在面对突如其来的危险的时候，我们正常人都会不知所措。要我说啊，帖子里这女生也太懦弱了些，只敢发这种言论。反正这种事情也不会发生在我们这种人身上的，我们这种人身上的。那你们觉得会发生在谁身上？会发生在谁身上？如果这个社会他们告诉你，他们可以理解你，你是不是可以更加勇敢说出这一切？如果我说我会支持你，会不会给你带来更多的力量？我知道我这样想很恶毒，我控制不住我自己的诅咒他们，我诅咒他们也经历跟我一样的事情。咱们来好好研究研究项目。别激动，激动！